年买的兰花准备要带去柳州，但是因为不能去了，就在家摆着。Hello， 现在是大年初二，现在我要出门去吴瑞的外婆家，现在每天出门都要戴上口罩。我们改签了初五就回多伦多的航班，所以我们还有两天就要回去了。我们现在在吴瑞的外婆家吃饭。外婆，一桌子的菜。好香哦，爷爷来了。好好你要去过去不好喝了，你尝尝行不行？啊，这个酒跟那个酒不一样的，你先喝口看看。别喝白酒啊！来，我们回来了一个星期，每天气温都不一样。前两天体感25度，今天体感就只有10度了，像明星一样。我们刚刚去买了喜茶，现在每天戴口罩，也不需要涂口红。我这个买的是流心奶黄什么月饼的那个波波茶，热流心奶黄波波，给我珍珠咖啡。它是这样的，你那个好喝吗？哦，就咖啡加珍珠。这个就是月饼。我们家还挺好喝。哎，我们是还有两天就走了，我想明天后天都来买。嗯，喜茶不开加盟店了，跟金巴克一样，烧钱火拼的，很快就倒的了。始于2010年，我已经9年了。我们小区门口的石阶，前两天来吃这边这个牛肉火锅的时候，还是一片祥和，现在就已经没有人了，所有店都关门了。现在街上空空荡荡。只让小区住户进小区，也不让外面的人再进来了。今天用的是这个，早上，爸爸刚刚蒸了芋头糕，你怎么切的跟蛋糕一样？芋头糕加肠粉酱。我们现在要偷偷跑到吴瑞家来。我们在停车场。我看到你们车了，我看着停车场的出口。我们现在搞得好像地下街头一样。我们现在要上接头的车了，要到了车库，你们俩拿一个钥匙自己走，你就直接走到那个电梯口，你们自己就上去了。我和我妈分批先上来，第一批小分队成功坐上电梯，我车够到吴瑞家啦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打了一晚上斗地主。你去哪儿打斗地主啊？第二批人来啦，第二批接头的人来啦。今天的阳光超级好，吴瑞家可以看到一中。哎，珠海一中，我们的学校就在这儿，这是我们学校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家的楼可以望到。给我开一下。哇，我们大年初三的中午饭。这是哪里的红酒呀？波尔多的。我前两天还想来这儿唱个歌，封条禁止使用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来山姆买东西，看起来还是挺丰富的，没有短缺。新鲜的面包都没有了，现在就是一些糕点呀、水果呀。抢面包了，抢面包了，妈妈快去抢面包了。烤鸡
只剩下一个叉烧，哇，肉这里空了，抢叉烧了。鸡的这个柜子也空了，现在全空了，蔬菜全空了，肉还好，就说明大家吃肉跟吃菜的比例。我从我爸的车上成功的接头到了杨迪的车上，司机小杨又上线了。珠海路上都没车了，是不是开的可爽了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在家憋坏了。太憋了，你们看网上的段子，段子太多了，葡萄干儿嗑瓜子，我家有多少瓷砖？对，然后有几个瓷砖已经有点裂数了。我们又来买喜茶了。好的，为什么我的这个这么矮胖？今天好，我们没有点这个招牌。今年我们是见面不知真面目的朋友。刚想摘口罩，妹妹喝一口就收起来。好好看哦，欣赏它的美丽。喝了吗？我已经喝了。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我喝了两口了，抢了我的，正好你摘了口罩。它那个波波很好，很好喝。国家说让我们少聚会，少聚会，少聚会。Hello。我们到吃饭的地方了。我现在到杨迪家了，我今天住他家，现在电梯里戴着口罩，我打了一个嗝，我现在要把自己熏死了。今天中午吃蒸扇贝，现在正在蒸，然后我们还要烤一条鳗鱼。这边锅里的是盐焗鸡，然后已经好了，但是要再给它焖个40分钟，半个小时40分钟的样子。炒鸡炸，炒鸡炸。我们的盐焗鸡要出锅了。哇哦！我们家这个是加长版盐焗鸡，是用电饭锅做的。鳗鱼好了，粉丝蒸扇贝也好。我可拿不出来。我也拿不出来。我也拿不出来。你不要把鳗鱼给撒在最地上了。哎呦！什么东西？粉丝蒸扇贝、盐焗鸡、鳗鱼、鸡杂炒青菜。这鳗鱼饭好了。拜拜，再冷一下吧。拜拜。哎呀。拜拜。好了，你们小心啊。再见。我们到机场，机场超少人。
南航这边办登机的也没有人了，空空荡荡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了白云机场的 Premium Lounge 休息厅，这里还有弄茶的，好中国。